现在鲑鱼很大片哎，但它的鲑鱼多少钱？好像也不60啊。可是它的鲑鱼贵98。你要看那个鱼的部分和血的部分的等级多。目前还行。那你就站点啊。他自己清肝98。你说什么清肝？而且有水啊，卤肝有碱啊，还好。那我们标准比较低。我们清肝只有98。我们有碱啊，加90。你问姐姐。